家好，我是 ntv7 十大艺人的 Pauline 陈立信。那很荣幸的呢，这一次我也是 QE3 名人部落格的其中一个 blogger。我觉得我会在这个平台上呢，和大家分享一些拍摄幕后的点点滴滴啊，或者是我去参与的一些 event 遇到的趣事，还有遇到的一些很有趣的人。所以呢，大家一定要多多关注 QE3， 看看我们大家的分享。最后，请大家一定要留意10月23号 QE3 名人部落格的 launch。